杰 Kenneth， 接下来要唱的参赛歌曲是方炯斌的一首《坏人》。温润的人其实并不笨，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。既然爱不能很稳，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。你是好人，也是个坏人，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找他光灯。你可不可以再唱一首歌？再唱另外一首歌，给你一个机会唱林俊杰的《曹操》。好。独自走山上奔波，月光太温柔，曹操不啰嗦，一心要拿荆州，有阴谋阳谋，明说爱过的我。痛和某年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轻枪被乱世左右。谁来煮酒与我家事散播，说不清对与错，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。我在关键的时候再救你一下，那个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你自己的特色，只是我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才艺啊？你们写一下你有什么才艺。单纯唱歌啊，对对，来，你们有什么话说？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在工作？现在在工作。做哪一方面的工作？就在爸爸的公司上班。爸爸的？爸爸的公司上班。哦，爸爸的公司啊，你看这个发音不对，不是爸爸的，是爸爸的公司啊，这发音才是对的，要不然我也会在爸爸三啊、爸爸点什么这些的啊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参加明星学院？就哎，你刚才笑了，很特别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刚好真正是刚好要经过，看到蛮多人在唱歌，想要上来唱一下。哦，你是经过？对对对。哇，了不起！那万一这样突然被入选了以后呢？被入选以后，嗯，就会入选以后就比较认真了，对。你的意思就是从刚才到现在你都是不认真的？对，就不认真。你们决定他刚才从这里都不认真的，要让他过吗？你可以很认真的再唱一次吗？好，就在玩一首林俊杰，也还是林俊杰。我的爱是说听不能听，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，也可说是我是错的，还未曾变成真的。好，过关。谢谢。恭喜你，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幸运儿，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入选资格。接下来，下位参赛者100。